是不是看着特别爽？咱们先来一串尝尝。来口火鸡面啊，是你们喜欢的那种黏糊的。哇，太香了，这俩真的是绝配。先把这个火鸡面裹在鸡翅上面，哇，太贵了。差点忘了这个小煎蛋啊。特别特别脆。哇，最后两个。哇，太满足了！今日小问答就是，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吃火鸡面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就快把你的答案放在评论区，答对的话我就去给你点赞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